觉得前两天呢，我在厨房的真的一个人搞不了，所以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去学那个茶餐厅的一些菜色。嗯，我们分批3个2个去。有没有活牢的？有没有活牢的？应该有的。什么活牢啊？火炉。再去学他们的厨房的一些东西，回来我们可以自己弄。哦，起码学一道菜。那不起码的？嗯，不起码的2道吧。看你们的悟性。唉，尽量学了。那你不用学？我也一起学。唔系咁，点样一分到2嘴啫？咁样中咗个数字嘅人就出来。啊，你中啦，第一组啦，我中啦，我系第二组嘅。哦，1、2、3，3，3，3，一，你说想做什么？抽筋。你说想做什么？1、1、5、3，没有。A组，没有，现在 B组，3、3、1、1 ，B 组，一 ，A 组 ，A 组，一。一组，一组，一样。